胡志伟议员。多谢主席。其实上一次咧都有同样嘅休会嘅系即系动议咧提出咗，咁当其时咧即系我哋就系冇投票支持到嘅。不过今次咧我就住呢一个议案咧，民主党系会投票支持嘅休会辩论，即系休会个动议。个原因就系因为我听到咧，就当我哋有同事提出咗一啲喺我哋嘅会议上边系未討論過的內容的時候呢，事實上是不應該呢由主席你呢是去即是作一個裁決呢，是不准同事呢是將這個問題是付諸提出而請這個政府呢是去是回應的。我自己覺得就是說在一個會議上面呢提問題，我們的責任我們都應該呢是要盡一切的努力呢是將嗰、那個事情咧係問清問楚。當然，我覺得主席你有最大嘅權力咧，係就住一啲你覺得係重重複複嘅問題咧，係作出你嘅裁決，然後咧就係即係可能就住相關嘅問題咧，係指出就係話呢啲係重複嘅問題咧，係唔應該係作討論。咁但係如果有同事係提出咗一個新嘅觀點、新嘅內容嘅時候，我覺得呢個係對於我哋喺做最後決定嘅時間係相當於重要嘅參考嚟嘅喎。譬如頭先何秀蘭議員所講嘅，譬如相關嘅人口政策其實係點樣樣咧？我哋點樣能夠係有足夠嘅係資料顯示到我哋嘅未來人口嘅數據係真係上到840,000呢？如果係即係有新嘅問題嘅時間，我都好想聽到政府其實點樣去回應呢一點。是不是？因為如果不是的話，事實上我們都真的會面對，就是我們會不會過分地樣呢是去爭取了一些土地的規劃，但是到最終呢個實際需要 是不是真的好像政府所說那麼大呢？大家不要忘記，就是現在有很多的其他研究呢已經進行當中了，譬如說在大嶼山的是即是北大嶼山區，欣澳好，小濠灣好，這個的是即是東涌東的填海都好，都有很多不同的是即研究的計劃和項目在裏面，那裡講的土地的數目呢是非常之龐大的。所以如果在這個基礎之下有新的問題出現了，而你是說不讓人去問呢，我覺得是完全不能夠接受的。所以主席，即 我自己覺得就是如果你是用一個劃線的方法去阻止其他同事提問題呢，我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上一次同事提休會的時間，我們是都即係同好多其他建制派的同事一樣咧，係覺得係唔應該去做，因為咧即係嗰個我哋覺得係冇佢嘅道理。但係今日喺呢一度，因為主席你攞嚟劃線嘅話咧，我覺得呢一個咧係侵犯亦都剝奪咗咧係議員提問嘅權利，所以咧我哋係會支持何秀蘭議員嘅係休會動議。多謝主席。好。